经过多年努力啊，我国在脱贫攻坚领域应该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。但是剩余的脱贫攻坚的任务啊，依然呢十分艰巨。如何巩固脱贫成果，防止脱贫后的返贫？ 如何克服形势主义，杜绝数字脱贫，是我们需要加强的重要工作。另外，新冠疫情的发生啊，给脱贫攻坚啊提出了新的问题、新的挑战。应该说，在脱贫攻坚这个问题上，这个全国政协啊发挥了独自的优势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 工作，这个在开展脱贫攻坚的工作上，全国政协参与的部门多，我们使用的各种形式工作形式广，而且取得的成效啊也比较明显。近年来，聚焦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、 相关视察调研涉及了17个省区市，遍及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。